好，我就按照座位的顺序来为各位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嘉宾啊。首先介绍我们秀峰国小家长会宋会长，好，再来是我们家长会副会长丽娟副会长，接着是我们家长会的常委翟委员。 还有我们家长会，因为我一位副会长李副会长。好，接着是对我们学校很关心的周雅兰医院服务处的林森菊林森菊主任。还有我们非常友好的友校哈，那个双溪国小的王俊杰校长。 接下来是我们小朋友毕业之后，有一部分孩子到青山国中，青山国中小的菲律校长，还有我们隔壁的好邻居汐止国小的王会长，好，代表区公所的周玉珍，周市长。 秦会长也是目前的常委哈，好，龚国常委。接下来是我们的前任会长啊，也是我们现在常委哈，郭秦会长。接下来是十几年来一直守护在交通岗哨的我们的苏里长。 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常委，好，再来是我们的廖委员，好，我们家长会的王委员，好，我们的英会委员。 等一下，如果还有其他来宾来了，我们再补充介绍。